好，我们是上世纪反书院附属小学的校园小记者，我的名字是欧俊耀，我的名字是邱正康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，我们现在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清华大学举办的活动，叫做清华少年英才课程。现在我们不如访问一下这个活动的主办人吧。请问今年是第几届举办呢？今年是第五届我们举办的，不过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，所以现在我用广东话跟你们说好不好？好。因为呢我自己普通话不够好啦，咁所以呢我就特登举办咗呢个节目呢，就係俾小朋友係学多啲普通话，同埋知道多啲中国嘅国情啊，同埋中国嘅历史。请问这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是否来自世界各地？今次呢我哋以前呢就有好多由瑞士啊、美国啊，不过今次就好巧，个个都系香港㗎喎。咁跟住佢哋就有喺国际学校同埋香港本土嘅学校都有嘅。好，请问参与这个活动的学生有什么要求？有咩要求啊？佢哋至少要读个两三年嘅普通话啦，喺学校咁有一个 formal 嘅 training 啦。咁不过我哋去到清华嗰阵时咧，就会有测试嘅，咁睇下佢哋系点样分班咯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参观校清华大学的清华大学的校园，而这就是一条非常繁忙的马路，有非常多的自行车。南北主干道，这是南北主干道，也叫做学堂路。色的现在我们要前往老图书馆，我们刚刚就去了蓝色运动场。据说呢，在蓝色运动场跑步的人呢，都会比红色运动场跑步的人就精神的多，会练习的更好。而我们现在就前进在附近的老图书馆，老师说已经有超过50多60年的历史了。我们现在就到了旧图书馆了，所以里边的采光特别好。你看多旧啊！这里有一个石碑，写着清华大学图书馆。这就是了，你看，这个建筑物已经被那些攀藤围住了。我们现在要参观大礼堂，大礼堂就在我们前方的树后面，被一些树挡住了。而大礼堂旁边有很多柳树，非常漂亮，还有一条河。你看，河就在这儿下面。河旁种植了很多花朵树木。而这儿就是大礼堂，这儿就应该是大礼堂了。对，好旧啊，好像。这儿有多少年的历史啊？1919年建成。哇，100年了，已经有差不多。97年历史了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参观清华学堂。据导游说呢，这里呢已经有97年的历史，你看多旧啊！旁边就是几座很出名的大楼，全都在这一圈里。这就是那里其中一栋大楼是香港有一位名人捐款去亲建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去二校门，前方就是了。据导游说呢，这里呢
是清华大学最早的闸口，而这个大门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了，是学校最古老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清华大学的羽毛球及乒乓球场，现在这儿非常大，分别有12个羽毛球场，还有9个乒乓球场。我们现在要进行体育活动，踏进了第4天，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。因此呢，我们不能去圆明园，反而呢要去北京城市规划博物馆和北京国家博物馆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呢已经到达了北京城市规划展览厅。这个呢，就是故宫的模型，很精致，显出了故宫的雄伟。你看，这里就有一个北京的模型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举世闻名独一无二的故宫。后面呢就是御林园，是当时皇帝和官女玩耍的地方。这个呢就是鸟巢运动场，是一个国际闻名的运动场。我们现在呢就到了国家博物馆，这里展品丰富。大家好，昨天在北京下了30年以来最大的雨，所以我们去太阳村的这个打算就被取消了。所以老师就说，如果下个星期天气更好的话，就可以去太阳村。就因为我们不能去太阳村的原因，所以我们就要和下星期的中文堂调换了。大家好，我们刚才吃完饭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回课室学怎样做中国的成语。踏进第6天，一大早
就要去七九八艺术区梧桐和四合院，非常期待可以看到很多历史文化和很多艺术展品。现在我们到了七九八艺术区了。就要坐校巴去北京的四合院和梧桐。现在北京大约有六百多条有名字的梧桐，个个都是历史悠久的街道。现在我们就到了梧桐了，这是烟袋蟹街，是一个以命名的梧桐。这里有很多人呢，真热闹。对，可能我们现在就到了四合院了，这里有一些春联，上面有两个门钉。哇，里面原来是这样。动物边摸，葫芦边摸。来，先都进到那边拍照。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来到北京清华大学的第七天，我们今天早上会上中文，然后呢下午会有一个简介课。我们现在呢都要回课室做剪纸，剪纸是一个中国非常传统的艺术，它的历史比蚊子还要更早。这些就是剪纸的材料，就要红色的纸。踏进第八天，今天要参观故宫、前门大街和圆明园。我们现在就到了故宫了，这个是东华门。老师说以前那些文官都是从这道门进去故宫的，这样就是护城河，宽50米。这个是角楼最精巧的建筑，技艺最高的建筑。现在到了故宫了，我们的途径是午门进，这个就是午门，然后就神武门出。这里是太和殿，据说呢这里是明朝第二个皇帝朱棣上朝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到了长城了，你看长城像一条龙盘旋在青山上，非常美丽和壮丽。这里是居庸关长城。
然后现在下狂风暴雨，鸟巢都黑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呢我们刚才上完中文课，现在我们要去做修课。今天是我们来到清华大学的第13天，我们还有三天就要离开清华大学了。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要去天堂、抗日战争纪念馆，还有吴沟桥。